九月的荧屏，张译可谓是大忙人一个，在出演了海清的老公之后，他又在《辣妈正传》里搭档孙俪，成功晋升中国好老公。随着《辣妈正传》的热播，不少入戏的网友却开始吐槽张译的长相。近日有网友还在论坛爆料称，张译承受不了压力去韩国整容了。长着小眼睛，个子也不是很高，在众多花样男星中，张译确实貌不出众。而对于自己的容貌，他似乎很有自知之明，在多次的采访中都说过我长得不帅，对不起孙俪等等。而对于张译整容的说法，有记者呢就多次拨打张译经纪人的电话求证，但是一直没有接通。